汉堡泡澡的水盆有点浅，这就导致了他后背泡不着水，你看这皮退不下来。每到这种时候，我就得麻烦你了，申哥。别一天老泡水嘛，出来玩一会儿啊，你就乖乖的在这待着啊，乖。哎，来吧，五哥，趁现在快点，你给霸占他那缸，就这大水缸，跟你讲，就这身子泡去，趁着海参还没反应过来，你赶紧把你后背的皮泡软了，然后给我退下来啊，乖。你怎么好像不会游泳呢？多少年还没学过游泳啊？你是个蛤蟆，你就潜泳会不会？潜泳？哎妈，愁死我了！一个不会游泳的蛤蟆，我给你出去报个游泳兴趣班，我都嫌丢人，你知道不？你看人家海参生下来就会游泳，你张个大嘴吓唬谁呢？你这是想让我看一下你有没有蛀牙是吗，铁子？把那个嘴给我闭上！我好久没玩这个游戏，来。这游戏其实我跟你讲挺好玩，你知道吗？哎呦我去，那个速度非常快啊！这游戏我之前老玩，再看看这个不会游泳的蛤蟆，泡芙囊了！你是气球吗？你是啊？这是，哎呦我去，大气球！哎，不是大哥，你这太夸张了，我这沉不下去啊！得了，赶紧拿出来吧！这，哎呦我去，这大圆肚子，咕溜咕溜的。你这肚子是真没白长啊！行了，你赶紧蜕皮吧，一会儿底下那王八急眼了，再咬我脚了该。我倒不怕疼，关键我怕它中毒死了。